two, one, go！ 早上梦大加油！来哦，来自寿县的朋友。寿县属于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古城墙至今已经有千年历史，而直到今天还发挥着这个抗洪的作用啊，抵御洪水的作用。转眼间已经来到第四关，步步起伏了。蒙娜加油！漂亮，第一个选手这么给力。第五关，坦克楼梯。娜娜好样的，加油！好的，汪娜已经到了坦克楼梯的顶峰。是的，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等到今天了。您是等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让我跟秋意两个等很长时间，好快啊。真的是。恭喜通过了第五关，获得格力电器提供的价值300元的电磁炉一台。感觉好像对我们赛道真的是太熟悉了。快一点，快一点，对，虽然重心有点不稳，但胜在速度快，跑得远。弹一下，弹起来。哎，哎呦。这个时间选的刚刚好啊！现在的奖品是价值1000元的格力豪华空调扇了。第一个哎，确实是第一个哎。厉害了啊！第一个就要登上终点，找我们陈启秋一要空调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门红啊！瀑布来了。稳住，小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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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腰给劲儿，天哪，腰给劲儿。他对我们赛道这个了解的程度，天哪，相当惊人呐！哇！三年了，终于站到这个地方来，站到梦想当中的这个高台，心情应该很不错吧？对。有什么话想说吗？我想告诉我老公，我成功了。好，接下来我们英雄突围赛还会见到你，祝你好运了。金牌我们是很在乎的，世界名牌格力空调属于孟娜。安徽是冲锋衣，恭喜女生队开门红。厉害，孟娜，漂亮。这个狠了啊，真的三年磨一剑，果然是有成果的。今天第一个选手就闯到终点了。是的，哇，那难道预示着我们今天女生队要赢？哇，今天要爆发了，对不 对啊，来有请下一位。好，这位一个大高个儿，是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翟桂林。如果在现场能够拿到空调的话，希望送给谁？送给妈妈。好啦，送给妈妈。来，桂林，看看你的闯关表现了啊，请听口令。加油！走着，桂林。第二关，疯狂弹床。还有，加油了，桂林。好嘞。第三关，摇摆指南针。大高个闯这一关有优势哦。腿长，好的。好，好的。第四关步步起伏，今天我们女生队起步价都要来到第五关吗？哎，不是吧，哎，不是吧，哎，不是吧。哇，怎么了？有点累了是吗？这位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周小云。今天站在起点有没有信心啊？有信心。好，来，听起来信心不足的样子。小云，接下来是属于你的时间，请听口令。3, 2, 1，加油了，小云！加油！哎！完了！不是。小川。学生，对不对？啊，工作了。学生好像学生的样子啊。他一
脸学生气哟。对，这位叫什么名字？李鸿飞。李鸿飞，您做什么工作的呀？幼师。好，来，李老师，看看你的闯关表现啊，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李老师。这是小李老师啊，小小李老师，小李老师。第二关疯狂反闯，小李老师加油！第三关摇摆指南针，好的，好，哎哎哎。叫什么名字？我叫王莹莹。研究过我们的赛道吗？以前都研究过，不过现在第二关挺难的。那你觉得忐忑楼梯如何呢？难度更高。总的来讲就是米拉个不难。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就挑战一下我们的难度了，好不好？好，来，加油，请听口令。3, 2, 1 go！ 很甜美的一位女孩。你想到了第二关难，忐忑楼梯难，可是你没有想到第一关旋转彩球也这么难。哟，这一副运动员的这个态势。是是是啊，这位叫什么名字？高比。我们的这个赛道有哪些难度？你觉得？觉得那个步步为营比较难啊，第四关步步比较难。好，高敏是平时会有怎样的运动项目比较擅长吗？没运动。哎，没。好，检验你的时候到了。好，来，高敏，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第一关旋转彩球。但是亚军，我觉得这高敏啊，他真有点这个运动员的身条。当然。好的，高明，第三关摇摆指南针。高明，好的。来，第四关步步起伏。你觉得这一关是有难度的？哎呀，这不很轻松吗？第五关忐忑楼梯。好，高明，你需要快一点了，在忐忑楼梯上不能超过5秒钟。我这跟玩过山车似的，上来下去的。是颠簸的那种。哎呀，最后一集不是不会动吗？走路开始小心翼翼的样子了。是是是，你是挪出来的，叫什么名字？平平。平平现在心情如何？激动。真的、啊、除了激动呢？我觉得好怕。这女孩子问多了都会多少有些紧张，只要号令一响，那也没什么好怕的。对，加油，请听口令。 3, 2, 1 go！ 别怕，走着了。旋转彩球。好的，第二关疯狂弹床，这个疯狂啊！好，今天这弹床怕是疯的了不？第三关摇摆指南针，
来跑快一，哎呦，好险呐、啊！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差一点就打到屁股了啊！第四关步步起伏，踩中间。好，第五关忐忑楼梯。平平，好。好的，保持漂亮，挨不住，好，已经到了最高峰了。好，过了这一个，最后一个是不动的，所以赶紧过这个。哎呀，对，死死的抱住，无论是用爬的用跑的用各种方法，先赶紧到最后忐忑楼梯是对的。很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冲哥在闯关的过程中间都会受到各种的鼓励。是，刚才他下忐忑楼梯的时候，我们的摄像助理在旁边一直给他鼓掌啊。是，我希望这样子的鼓励可以伴着冲哥们一直到高台。好，也感谢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哎呀，好了，现在是轮到救生员来安慰你了。你好，怎么称呼？大家好，我叫玛丽丽。Mary， 对，洋气一点啊。好 ，Mary， 接下来看看你的闯关表现了，请听口令。3, 2, 1 Mary， 他的爸爸妈妈看到就活生生被我们俩改了英文名，这不是我家女儿玛丽吗？加油！是不是应该说 Come on, Mary？ Yeah。这位，这个我想问一下，带着盔甲就来。这个是后面自己缝上去的，还是本来衣服就有？就有的。哦，本来就有的啊。造型对不对？哦，今天来到现场还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来啊！这位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桂丽。桂丽是做什么工作的？药师。哦，药师，医院里头的药师。哦。啊，好。那个，你觉得我们女生队到目前为止如何呀？表现？还好，哎，这就还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高台跳水的话呢，从你开始就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好不好？来，先改变自己了。桂丽，做好准备，请听口令。3, 2, 1 Go！ 旋转彩球，一位医院的药师，两班疯狂弹床。老师加油！哎呀！我就喊了一声，他掉下去了。这个事不能怪到我头上不？能啊，能！这我就喊一声加油，他下去了。这谁让你早不喊晚不喊，非要那个时候喊呢？好了，药师落水了，来，最后只剩两个人了，有请下一位。哎呀，我觉得他有点偏瘦哎。啊，瘦！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大家好，我叫林云。李大姐啊，李大姐是一个人来的吗？带我的儿子，儿子也来了。多大了？7岁。好，今天儿子现在现场见证母亲闯关，啊，帅气，李大姐加油啦！加油！来，请听口令 ：3, 2, 1 Go！ 妈妈来参赛都能猜得到，估计儿子在家天天看中午看我们的节目，就说妈妈你也去称一下，你也去称一下，那就报名了。哎呦，这个妈妈！来，李大姐，好嘞。李女士加油，第三关摇摆指南针对走着。苍天哪，大地啊！
们也快找到了，就剩最后一个人，真的最后一位，请上他，还戴着眼镜。亚琴，我觉得应该用那个松紧带啊，把它绑起来会比较好。是，反正是要落水的嘛，到时候掉到水里头眼镜找不到了。叫什么名字？夏莹莹。你觉得李可能过去啊？讲实话，加油。这基本上就属于我估计过不去，但是我要努力。我想真的，我已经不抱剩个希望。来，莹莹，请听口令。小主自求多福啊。2, 1, 加油，加油。哎呦我的妈嘞！希望你给我们一个惊喜哦！我的妈，我叫不抱希望，你也不能给我第一关下个哎！我想到了，也许你会落水，但是没有想到你会如此这般的落水。第一关搞得有惊无险的，我在想还好，不至于第一关落水吧？结果真不至于，第二关掉下去，第一关。好了啊，我们第一组女生反正拿了一台空调，接下来看看男生队那边表现如何，有请。欢迎到中国无限妙练，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小洋人妙练》，男生女生向前冲。感谢小洋人妙练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世界名牌格力空调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最近男生队连战连胜，连战连捷，搞得都不好意思了。我觉得主要是你这个副队长啊，带队有功。不，主要是队长的功劳。不，主要是副队长的功劳。队长的功劳，副队长在队长的正确领导下发挥出了你的应有的职能作用啊。哦，明白了。请帮我挑一个人。好，再见。第一个出来真的很重要，没错。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段月林，来自阜阳。做什么工作？做药品销售这一块的。做药品很赚钱的，家里很有钱。一般吧。那你缺空调吗？缺吗？缺。缺。洗手间里和厨房里肯定没有啊，今天这台就挂在洗手间里就好了。来，我们来自阜阳的朋友，请听口令。3, 2, 1。哎呀，不错。我就说最近副队长干活很给力嘛，是吧？随便挑一个人轻松过三关啊。好，秦豹纹啊，秦豹纹啊，秦豹纹啊。哎呀，奖品依然是有的嘛，就是妙练果粒多一箱要送给你啦。已婚的站到王乐乐那边去。来，已婚站我这边。未婚的站我这边啊，未婚的站我这边。好，先分个组，分个组。好，已婚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好年轻啊。谁啊？这儿啊。这啊，对、哎哦，是真的啊。来。你都结过婚了？能透露一下您今年高寿啊？28。28岁，我们两个同龄啊。你孩子几岁了？2周不到。你看看人家做爹地做的多幸福，对不对？抓紧点时间。我也当叔叔了呀。你当谁？我的妹妹都已经生儿子了。那你还好意思吗？你叫什么名字？叫赵学志。赵学志，今天来主要是给你那2周不到的宝贝儿做一个榜样，告诉宝贝儿，爸爸年轻的时候也疯狂过，好不好？爸爸是最棒的，最棒的，请听口令。3, 2, 1。我们这些还未婚的小年轻啊，要看一看这位已婚的是怎么样闯我们的赛道的。送给宝贝儿，小洋人妙练果粒多一箱。这位，您是运动员吧？以前是运动员。您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员？赛艇。哎呀，手臂力量一定是很足的啊。对啊，为什么赛艇要长这么高呢？赛艇需要体格要高吧？体格要高啊！我听你口音是东北那嘎达的吧？辽宁的。辽宁的，哎呀嘞！您多高呀？197。197，哇，2米的巨人呢？差不多嘛。啊，我1米88嘛。啊，别踮脚。别颠。好吧，接下来让这位1米97的兄弟冲到终点高台，创造男生女生登顶的最高纪录，怎么样？最高纪录。好，197的帅哥，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曾经是一位赛艇的运动员，身高1.97米，是男生女生舞台上身高最高的一位。结婚几年了？1年多。结婚几年了？12年。这位结婚多久？两年。这位都已经结婚12年了。姜啊，还得是老的啦。对呀、结婚12年，有什么花？有什么花？有什么花？哪个花？有什么话要跟家人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都老夫老妻了，也没什么好说的，对不对？对。就用实际行动带回去一台格力空调，送给老婆大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叫什么名字？我叫徐勇。徐勇，请听口令。3, 2, 1。这位大哥已经结婚12年了啊！麻烦你送给徐勇大哥小洋人妙恋果粒多一箱。下一位，结婚1年的这一位，我想问一下，这算是刚刚新婚对不对？对，结婚1年多，时间比较短。比较短。你做过最浪漫的对妻子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跟我妻子是大学同学，处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最浪漫的还真想不起来，日久生情吧。哎呀，我觉得在这个夏天，男孩子做一件最浪漫的事，莫过于在男生女生的亚洲1号赛道，为老婆赢得一台格力空调。对，他知道你来吗？知道。有跟你说什么吗？我妻子最近在外地旅游，发来了祝福。给我的电话，让我加油，像春晚一样，还从遥远的地方发来祝福，贺电，贺电。所以希望他回到家的时候就有一台空调摆在那里，好不好？好，好的。来看你的表现，请听口令。3, 2, 1。第一关啊，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说除了速度快之外，重心一定要向右边偏一点啊。哎，哎，你觉得男人经历了结婚以后有什么不一样吗？责任心会更大。今天有没有责任为妻子赢得一台格力空调？有。用责任说话，用你宽厚的肩膀为老婆扛回去一台格力空调，她会更加的爱你，好吗？来，请听口令。3, 2, 1。奇怪啊，是因为这些已婚的男人平时在家里面要做家务活，还要上班养老婆，会比较辛苦一点，是不是？对，还是派一些年轻的。好吧，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这位满头大汗的，来有请。你看，没结婚的对吧？今年多大了？23。23，有女朋友吗？没有。哎呦，男人成长的标志是要深爱过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走过一条非同寻常的路。有没有爱过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保密，保密就是有的意思啊！你是已经成熟了一半。第二件事情，选择一条非同寻常的路。我告诉你，这条非同寻常的路就在你面前，想不想感受一下？想啊！叫什么名字？谭杰。谭杰，请听口令。3, 2, 1。现在女生队已经有一台空调在手。看男生队哪位英雄好汉来帮助我们扳平比分。谭杰，你是不是这个人？抱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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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手。好的。
今天你的名字能不能写在我们的冲冠勇士榜上，下面就要看你的表现。非常漂亮，恭喜你，格力电磁炉送给你。好久都没有男冲哥能闯到这儿来了。好，大家耐力久。照这样的检验方法，真的是未婚的男生比较给力一点呢。啊，不要这样讲了，不是各有各的优势吗？带遥控器的电扇送给你，来自于格力电器。小心，漂亮，第一台来了，非常灵活。好，最后一层考验，激流勇进。漂亮，好，瀑布过后就是一片风雨坦途。作为一位未婚男青年，相信如果你能登顶成功，不少女青年会倾慕于你啊。没错没错。哦，恭喜欢迎欢迎欢迎啊！感觉这一路过来怎么样啊？很累很刺激。很累很刺激。今天在这里，这是一个收视夺冠的节目，9亿人观看，想不想给自己征征婚，或者想对那个电视机前虚拟的他说点什么？这个就算了吧。哎呦，很腼腆哦。哎呀，这个你想嘛，这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肯定是心中已经有人了嘛，已经有筹谋了嘛。那我们就不多说了，把空调送给你，让你去追寻心中的那个人，带着空调约会吧。格力空调是勇士们的，还有安徽卫视的冲锋衣。那这样吧，就让我们血气方刚的未婚组男生连冲三个三连发一下，好不好？就来这三位，就这三位。第一位叫什么名字？张超群。那超群哦，这个名字一听武艺超群，张超群，对不对？如果你冲不上终点高台，都对不起你张超群的名字，所以你懂应该怎么做吗？拔空调。漂亮，张超群，请听口令。 3, 2, 1。张超群同学，你肩负的是帮男生队扩大比分领先的任务哈。我们说的是三连发啊，第二发叫什么名字？刘亮。刘亮有女朋友吗？没有。也没有。你长得这么帅，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因为我们不要女朋友啊，我们一个儿女情长就英雄气短，我们要做英雄。今天男生女生的英雄会不会是你？你感觉一下。差不多吧。想清楚，尽全力往前冲。刘亮，请听口令。3, 2, 1。在这里跟我们所有的编导共勉一下，以后在帮我寻找男队员的时候，请找标准符合以下三条的。第一条是长得帅。第二条未婚。第三条没有女朋友。这三条很重要。最后一位未婚的了，对不对啊？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结婚呢？是明年。明年？那应该心爱的人已经有了。有。难怪他站过去了。对，今天有来吗？有来。在哪里？来。心爱的姑娘。心爱的姑娘，招招手。在哪里？老婆明显很害羞，连头都不敢抬。
主要是因为现在你还没有冲上高台。哎，等你站在高台上，我相信他也会冲到高台上给你一个拥抱。啊，来看你的表现究竟如何，请听口令。3, 2, 1, GO！好的，这位兄弟，有两对目光在热切地注视着你，这两份感情是不一样的。注视下，一定要撑到最后啊！是，这位男生明年就结婚，想必他现在一定在装修婚房啊。哎呦，陈总，是，空调是必需品啊。没错。你想一想哈，把家里的家用电器啊、空调啊、电视啊、冰箱啊都置办齐的话，哎呀，太省钱了。省钱在之外，更多的是多骄傲啊！哎，明年的婚礼上，把《男生女生向前冲》这段视频来回播，这才最让人振奋人心。是啊，好主意。哎呀，好的，有机会了，有机会了。漂亮，太牛了，最后一关了，真不错啊，真不错。他的好兄弟已经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登上高台的那一刻。小心头顶，在等待什么？继续前进啊。哎呀，刚才那个姿势很像一个求婚的姿势啊，单膝下跪啊。哎呀，现在满眼都是爱啊。是，他完全就是为了爱，为了家，为了梦想在闯关呐。所以我们要恭喜这勇士成功登顶。恭喜你，赶快说点什么吧，哥们儿！感谢我的妈妈，感谢我的兄弟，感谢我的女朋友，经常在现场给我加油，谢谢。在你之前跟女朋友交往的过程中间，有没有做过让她印象特别深刻，或者特别浪漫，或者特别英勇的事情？有，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陪伴着她。小学到大学16年啊。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毕竟小学嘛有点太早了。真的是这么浪漫的爱情童话，我觉得送台空调肯定不够，所以热情的欢迎你来参加后面的比赛，把所有奖品全部拿回家。是，我们这一点小小的心意先请你带走。恭喜二位，祝你们长长久久，永远甜蜜。恭喜。伟大的爱情，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对，余生有没有这样一个男人，从小学陪你到初中，从初中陪你到高中，从高中陪你到大学？有啊。真的吗？有啊。是谁？是谁？关系非常不一般。关系非常不一般。他一直爱着我。我的天哪！只不过他娶了我妈了。那不是你爸吗？我爸呗。不知道，我觉得这份爱情是值得被回忆的哈，后面就没意思了，都结过婚了，有什么意思啊？不搞了，下一组。哎，不行不行不行，人家也是带着梦想来的，带梦想，也是有爱来的啊。郑大哥，郑大哥，结婚多少年了？20几年了。今天来到男生女生，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的梦想就是重在参与吧。你的梦想好简单呐、啊。重在参与就是梦想，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因为我跟你说啊，就结婚时间很长了以后，大家会觉得生活是平淡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没错。所以来到我们的赛道以后，不一定要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是，就是我重在参与，平平淡淡就好了。好，那来看一看大哥，你重在参与，究竟可以参与到第几关？请听口令。3, 2, 1, GO！
最后一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高飞虎。我们什么都不问，登上终点高台，自然有主持人会问你想说些什么。准备好了吗？好了，请听口令。3, 2, 1。来看一看男生组第一组的最后一个人能不能给我们第一组收一个好的尾啊！抱稳了，抱稳了。哎呀，小心！好险呐！来看这位男生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画龙点睛的一笔啊！第一组，哎呦，最近真的连战连胜啊，副队长，副队长。我有意升你为队长，那您做什么呢？我升自己为国王。哎呀，这一步要小心，这一步这样有点危险。糟了，抓紧时间。好，下楼梯的时候速度要快，快快快，楼梯是会自我旋转的。每一次王乐乐开始说梦话的时候，我们冲客们表现就会有个意外啊。说梦话，是人家还没有拿到第三台空调呢。我倒觉得王乐乐就是有地方使，这台空调有限。好，站住了。快了，漂亮，稳住，这就漂亮了。遥控器跟风扇一并送上，加油啦，百转千回，最好不要趴着过哦。一口气，哎呦，哎呀，他坐着，小心小心这个地方。好的，有了有了有了。我发现一定是最近的节目播出以后啊，很多人分析了我们的关卡，特别是百转千回这一关，这个失误率已经降低为0%啊，好像不情愿一样啊。我是略有一点为女生队担心嘛。你担什么心啊你？你是裁判好不好？你要公正好不好？很公正吗？他是不是就成裁判了？来了，相当公正啊！一边为男生队祝贺胜利，一边为女生队略有担心，不是很正常吗？水流很湍急，但是加油，加油，有了，有了，老爷们儿就是老爷们儿啊！哎呀，精疲力尽的样子真让人心疼，但是我们成功了，第三场！恭喜恭喜男生队！非常非常的高兴。是站在这个冠军的领奖台上，家里面人要不要有什么话跟他们来分享一下？空调拿回家了，空调就安回家了。好，一句实在的，空调送给您，格力电器，格力空调。威威士的冲锋衣披在勇士身上。非常漂亮，男生队三台空调进账。哎，哎，曾导。哎，没办法，这样搞下去就没有什么看头了。我好怕川哥和雅群姐明天就不来了。对，老叔老来就没意思了，给爹。就是嘛，搞不好真不来了。那搞不好接下来女生队都没人带了，不信你看看。我搞不好没有人那边。对，没有人，那女生队自己冲了。来看女生队溃不成军的样子吧。快乐冲锋，无限妙恋，这里是安徽卫视2012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小羊儿妙恋》，男生女生向前冲。首先要感谢《小羊儿妙恋》的独家冠名播出，谢谢。通过第一关和第二关之后呢，可以获得的是小羊人妙恋一箱，通过第三关第四关呢，可以获得妙恋大礼包一份，通过第五关之后呢，可以获得价值300元的格力电磁炉一台，通过第六关会有格力送上的遥控电风扇一台，第七关是格力送上的空调扇一台，第八关全民皆知了，价值3500元格力空调一台。好的，想拿大奖的话呢，还是要从起点开始，我们努力往前冲吧。来，有请这一位第一位了，来，有请。好，这位叫什么名字？我叫达春枝。哦，春枝，春枝，好，你是第一个，很合适哦，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是的，对不对？运气好运嘛。上一组第一个就拿到空调了，哎，对不对？对。来，春枝，请听口令。3, 2, 1，走着，加油。第二关，疯狂弹床。
这位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钱金芳。金芳。金芳。啊，你这个名字好霸气，又是钱又是金的。看看你的表现，来，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好，第二关疯狂弹床。加油了，金芳！好了，哎呀呀呀，稳住！好，第三关摇摆指南针。加油加油，金芳，跑起来！好的，好的。好嘞，第四关步步虚脱。踩中间。好嘞，来到忐忑楼梯。从第二个楼梯开始，不能超过5秒钟，否则会有危险哦。来，走上，好的。最高一级的忐忑楼梯就在眼前，加油，金芳加油！好嘞，好嘞，加油！独木桥跑快一点呐，金芳，胆子大一点，速度快一点。哎呀，快一点，快一点！你也太不自信了。幸好小心呐。好，到了我们的快乐秋千。现在身负的奖品已经是格力电器提供的价值600元的带遥控器的豪华电风扇。是。来，颠起来，往前甩，往前。一定要胆子大，千万不能退缩，金芳。哎哎哎哎呀，摔不动啊！没有弹起来。好，这位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胡燕飞。好，燕飞，燕飞，看看你的表现，请听口令。吴燕飞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名字。好的。什么名字啊？大家好，我叫汪玉香。今天来到赛道，有信心不？闯关成功？有信心。好嘞，加油！有信心啊！来，玉香做好准备，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加油！旋转彩球。第二关呢是非常欢乐的一个关卡，玉香加油！大家观众看的也很欢乐。好嘞，来到第三关，摇摆指南针，哎呀，玉香，哎呀，玉香，哎呀，玉香，哎呀，没有刹住车。整理一下衣服，对不对？穿得好鲜亮啊，好鲜艳。叫什么名字？张静。张静，看看你今天的闯关表现了。张静，请听口令。 3, 2, 1, go。 走着，张静，加油。第一关旋转彩球。好，第二关疯狂弹床。张静今天穿的真是好鲜亮啊，这是流行的荧光色了。是，这晚上一出门以为是交警同志在夜查，你看身上都带着闪光了，是吧？真是灯一照上去给我反光的，是吧？自动反光。
好的。好，第三关摇摆指南针来了，钢筋，哎，要破坏一点，哎呦，好，还好。第四关步步起伏，好的。第五关忐忑楼梯。现在啊，我们的冲客啊，真的对我们的赛道已经非常的了解了。来到这一关都知道，五秒钟之后，对女生队而言，忐忑楼梯就会转喽。最高峰就在眼前，张静看准走。好的。张静的表现一点都不安静啊，非常有声势。张静，这一关要跑快一点哈，跑快一点，重心稳一点，不错不错，不会掉了，不会掉了，漂亮，跑起来，跳一下，走着，很好，哇，就是这样，张静模范是教科书的动作，还有一步，千元的格力空调扇送给你，哇哦，好的，长舒一口气呀、啊，还剩下一小段路。几十步了，快点快点，加油了，等不及了。这个姑娘闯关的状态非常好，速度也很快。来了，加油张静，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在2012年的夏天，有一个勇敢的女孩冲上高台，她叫张静。是的，张静，加油！最后几步，哎呀，抓紧！不行！抓紧！张静，步子别那么大，小步一点。小步，来。小步走，加油！脚每迈一步，手就跟上一次。上来了，上来了，已经上来了。脚每迈一步，手就跟进一把。对的，对的，好的，好的，稳住。已经过了最陡的地方了，张静。坚持住，坚持住，好嘞，嘿嘿，上来了。安徽卫视冲锋衣吧，张静，恭喜了！哎呀，张静，哇！这位叫什么名字？我叫刘芳，来自四川。哟，四川的幺妹儿啊！四川的，哎呦，四川出美女哎！哎，这样用四川话跟我们安徽的父老乡亲打声招呼。安徽的朋友，大家好。来看看他的闯关表现了，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加油！你看四川真是出美女啊！第二关疯狂弹床，四川的女孩子很多时候被人称作是辣妹子。没错没错。我们，哎呦，哎呦，辣妹子掉下去了。叫什么名字？我叫吴亚慧，来自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哦，医院。来，小慧，看看你今天的表现怎么样？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小慧！加油，加油！哎呀！叫什么名字？吴丽。吴丽。嗯。
我跟你讲，最后一关一定要有力啊，要无力怎么办呢？我觉得每一关都要有力，哦，是是是，每一关都不能无力，对不对？从第一关开始，怎么样？今天来到我们的赛道，有什么家庭愿望？重在参与。哎呦，亚军，我晓得了，恐怕也就是搞个小洋人喝一喝，大概是。我估计也就第二、第三关的谱了，对不对？好吧，来，无力表现。哎，给你搞得我都有气无力了，倾听苦令。3, 2, 1, go！ 加油，旋转彩球。第二关疯狂弹床，加油，无力。这一关明显就不能无力嘛，就要有力嘛，一定要特别有力气。好的，来。第三关摇摆指南针，无力加油。要跑起来哦。好的，无力漂亮。第四关步步起伏。哎。真是毫无征兆啊！你走的这步伐哈，大姐怎么称呼？我免费姓胡，胡大姐啊，啊，胡大姐。胡大姐，哎，我底气，哎，对吧？胡大姐今天一个人来闯关吗？我爱人和孩子都在。哎呦，是不是？在哪里啊？挥挥手。哦，儿子看到了。小哈，几岁？一个8岁，一个4岁。胡大姐，哦，两个孩子哦。为什么一说儿子，有好几个侠们都站起来了？啊，其他的孩子都激动的。哦，原来如此了啊！好，今天带着宝贝儿子来到现场，一块儿闯关啊！加油了，胡大姐，来，请听口令。3, 2, 1, go！ 走，站。哎呀，不错，来第二关疯狂弹床，加油啦，胡大姐。有老公有儿子在现场给你助阵，加油，应该没有问题。好。好的，第四关步步起伏。好，第五关忐忑楼梯。好，吴女士加油。好，已经到忐忑楼梯的最高峰了。没错，希望从你开始就可以扳平比分。到了。谁有信心拿空调，请上前一步。主动上前一步，哇，好样的，厉害了，漂亮。我刚才啊，在赛道边有注意到他一个小细节。嗯，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他有在把鞋带解开之后重新系了一下。哦，系得特别紧。对，怕等一下鞋带松了，鞋掉了。好，这位叫什么名字？李先知，哇，有先知，有先知啊！哦，贡献的献，哎呀，啊，今天这个衣服上这个美女是自己化了妆以后的样子，还是？差不多吧。也有，好有自信的，对不对？这位一定是有备而来，对不对？没错了，期待他的表现。来，李先知，请听口令。3, 2, 1, go！ 来，先知，加油！加油！旋转彩球。好，第二关，疯狂弹床。那限制个子真的蛮高的，真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好嘞。好，第五关忐忑楼梯。好，稳住。要走了，要走了，赶快走。糟糕，糟糕！哎呀，快一点！不能用膝盖跪在忐忑楼梯上，这样是最危险的。好，已经到最高峰了。先知，加油！先知，那请问一下，今天能跑到第几关呢？快快快！好嘞，通过了第五关卡，先收好格力电磁炉。速度要快哦，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稳住！哎呀，有惊无险。刚才前面有个女冲客，一口气就过来了。好的，哇，哇，这个漂亮，这个姿势，这个漂亮，帅气，站住了。好的，川哥、雅群姐，比分要扳平了。嘿嘿，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开心呢。到平台上接受我们的洗礼吧！加油，限制，限制，加油！哇，限制，对你来说也就那么三四步远的距离啊！对，最后的局部坚持住。好的，用上全身的力气，加油啊！就最后几步了，坚持住，限制，挺住。已经上来了，已经上来了，限制。最艰难的部分，最陡峭的地方已经过去了，限制。哇哇！哇这里，恭喜限制！哇，我觉得我们的高台好像是我们整个赛道的珠穆朗玛峰啊！是，爬上来真是不容易。现在这样看下去，在珠穆朗玛峰上，觉得风光怎么样啊？非常好。非常好，你觉得今天女生队有赢的希望吗？有，有，赶紧跟后面的姐妹们分享一下过关的技巧和经验。姐妹们加油，只要有信心一定会赢。哇，说得非常好，这口东北话说的。来，恭喜，对，空调送给限制，恭喜限制，也恭喜我们女生队自己，好样的。3-3啦。限制说得非常的棒，信心最重要，没错了。所以呢，我们作为队长如法炮制一下、哎、认为自己有信心拿下一台空调的请上前一步。剩下这三个帅，好，就是拿空调的先决条件，是是，首先要相信自己。是，我又不知道后面那俩到底咋回事，待会儿来问一问啊。好，这位叫什么名字？潘胜妮。现在两队比分3-3平，嗯，接下来你就是4-3那最关键的一分，好吗？声林，请听口令。3-2-1 加油，声林，加油。好的，第二关疯狂弹床。声林，胜利，声林，胜利。对，借着他的弹力。哎呀，两位一起上来吧，来。两位一直哎呀哎呀哎呀哎，挨到了最后，挨到了最后还是要上来，对不对？而且两位看上去都是那种小妹妹，对，哎，很小巧的这种小姑娘的感觉啊。是的，我们先问一下这位叫什么名字？汪云。汪云。汪云，这位呢？杨帆。刚才啊，我们问大家有没有信心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俩一直都缩在那儿？为什么？你先说。压轴。哎呦，还想压轴啊？怪怪，你可是真不行。对，这边呢？这位呢？有压力。好，两位，这样，到底谁先上？好，我先上啊！来，做好准备，请听口令。3-2-1 go！ 加油！这两位啊，都是鸭子背的，一个是鸭种，一个就是压力。第二关疯狂弹床，加油啊，云呐！
心中的那一片云，现在已经飘到雪里去。好吧，说着云，这会儿还真有好大的一块棉花糖把太阳挡住了。杨帆到了。哦，杨帆最后一个了。杨帆来。今天你真的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们的压轴最后一位了哈！啊，最后一位了，要对自己有信心哦。好，杨帆，加油！请听口令 ：3、2、1，Go！ 走上。说杨帆是最后一个是压轴呢，倒也不准确，因为实际上压轴啊，应该是刚才的何云。压轴啊是倒数第二个，还真不是最后一个。对，其实关于这一点啊，小川已经跟我们解释过无数次，但是我们无数次的不听他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习惯性的思维，哎，对，总觉得压轴就是最后一个。对。实际上这个词语是来自于戏曲当中，最后一个呢是唱大咒那个戏，然后压着这个大咒就是倒数第二个了，叫压咒。加油杨帆，杨帆应该可以远航，对不对？哎呀，反正管他压不压咒，能闯过去。哎呀呀呀，哎呀，呀快乐重温无限妙恋，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小洋人妙恋，男生女生向前冲，感谢小洋人妙恋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格力空调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又到了我们分享过关奖品的时候了，如果你成功的通过第一关和第二关，可以获得妙恋果粒多一箱，通过第三关和第四关可以获得妙恋大礼包一份，通过第五关可以获得由格力电器提供的格力电磁炉一台，通过第六关可以获得价值600元的带遥控器的电风扇一台，通过第七关可以获得价值1000元的空调扇一台，到达终点高台，我们的格力空调安徽卫视限量版冲锋衣就送给你们了。女生队真的是很不容易呀，竟然把比分给追平了。用成语怎么形容？死缠烂打，对不对？要抱着我们大腿不放。当然，由于女生队的精彩的表现，今天的结果还是有一定的悬念的。如果第二组男生一个都不过去的话，我们还是要跳水。请住嘴，请住嘴，副队长啊，请你挑选第一个选手。这组值得挑的非常的多。好，来，隐藏在后面穿白色衣服的这位，来，自我介绍一下。叫刘鹏飞。从事什么职业？通信行业。麻烦你帮我带个话给终点两位主持人，如果今天男生队赢了，我请他们吃饭，好不好？必须吃饭，我们肯定赢的。肯定赢。好，有你这个话我觉得很给力，很够力啊。来看你的表现，请听口令 3、2、1，Go！ 从事的是通信行业啊。余生你想一想，早在80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你说，都靠书信往来啊。对啊，一般追求女生啊，或者是要写家书什么之类的。现在你还写信吗？写的很少嘞。给谁写一般都？那就能告诉你了吗？哎。还有我家夫人也来了，有什么话要跟夫人说？请夫人相信我，我一定会努力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千万别让夫人失望，好吗？来，请听口令 3、2、1，Go！ 好的，第三关，看看他能不能平稳落地呢？落地呢？落地呢？很可惜。
自我介绍。我叫善颖，来自河北长丰。今天是有家人陪同一起来吗？有的。谁呀？我夫人跟我的姐姐。也是夫人啊。看到了，上一位就没有完成夫人交给他的任务。嗯。所以你能完成夫人交给你的任务吗？我可以的。好的，把空调和夫人一起带回家，请听口令。3, 2, 1 go！ 现在男孩子们喊自己的另一半都喊夫人，喊得好深沉。是的。登上最高一层，没错，这位选手，你要完成你的官人交给你的任务。什么官人？夫人交给你的任务。刚才夫人在看台非常的开心，相信对官人的表现很满意啊。如果这个男生能把这一分拿到，我们就高枕无忧了。没错。再跳，再跳。就只能捧电风扇了。夫人啊，夫人，这个男人真的很靠得住啊，你家官人很不错。男生队已经稳操胜券。哎呀，一定要好好的访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夫人说的呀？来，就是来的这样的简单加快乐。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跟夫人说的吗？我可以的，只要相信我就可以了。他已经相信你了。他之前有不相信你吗？他相信我，家人可能不太这个空调的那一半，这非常属于我们的夫人啊。是，我跟你说，现在全家人都不可能不相信你了，因为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你是这个舞台上的勇士。是，来送空调，格力空调送给你。恭喜安徽卫视的冲锋衣带回家吧。后面我采用的是三连发战术。三连发，三位上前一步。这位自我介绍一下。杨家。家人有来吗？有来。也有来。在哪里？9个。9个。哦，看到了。成功之前有什么话要跟家人们说吗？我能成功的。好的，来的兄弟姐妹家人很多，所以对你抱有的希望很高，千万别让家人们失望。来，请听口令。 3, 2, 1 go！ 顺利通过第一关。余生你掐指算一下，今天男生队会有几台空调进账？我觉得应该会有5台到6台。可惜了，家人们纷纷退场了。家人们比他闯关之前还要开心啊。没错。好，送给你们妙恋大礼包一份，全家齐分享。好的，接下来这位熊鹏有什么想说的吗？因为今天正好是我家宝宝出生1个星期。哦，我想在这个地方祝我家宝宝那个身体健康，茁壮成长。是的，我们也代表我们男生女生栏目组祝愿你的宝宝健康成长，好不好？当然今天老爸要先给宝宝做一个示范，对不对？那老爸啊，身体很好的，所以要跟老爸一样强壮。所以你准备好把空调带走了吗？准备好了。请听口令。 3, 2, 1 go！这位男生的宝宝刚刚出生1个礼拜啊，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情。
可是队长啊，你每每看到有很多跟你年龄相仿的人啊。三连八，前两发不准，不准。你怎么样？我努力吧。努力的男生，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实力欲。哦哟，就是有实力，有欲望。有欲望，对高台终点有欲望，所以尽全力。实力欲，请听口令。3, 2, 1 ，Go！好像不太准呢、啊、谁说的？我多了三发，我跟你说。哪三发？来，这两发。这两发加那一发好了。好了，我觉得这组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好，余生你预测一下这组三个人能不能有一台空调。至少一台。至少一台、嗯、好的，而且我预测这一台就是你的。怎么样？有信心。叫什么名字？张克如。到你的时间段了，请听口令。2, 1, GO！ 放稳了，自己选择好时机放手。好的，安全着陆，来到步步起伏，快速通过，快速通过。哎呀，坚持住，坚持住。忐忑楼梯通过这一关，就可以收获一样家用电器电磁炉。好，登顶速度很快啊。电磁炉一半送给你，电磁炉的另外一半也可以送给你。接下来过两个球之后，遥控器属于你，再过两个球再把风扇送给你。我看行，尽量多往前跳一点啊，尽量踩到球的中前部。送奖品一半一半的送。好，好小气啊。再送个扇叶。接下来送的是底座。 OK， 我们活生生把电风扇给拆了。好了，全都送给你，遥控器和风扇一并送给你啦。好，1000元的豪华空调扇是你的了，恭喜这位男生，第五台空调由你赢得。好，冲锋衣先送你个袖子。哎呀，生生把人给逼死了。没有了，我们只是开玩笑了，所有的奖品。那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对啊，让这个男生更有动力去赢得全部的奖品。好，快，恭喜！看看陈启，为了迎接你，步步喷的呀！哎，我不知道是他在闯关还是我在闯关啊，但是感觉很凉快。这样一路闯过来，感觉如何？感觉闯过来，体力这一方面还要有老力。我昨天晚上还看视频研究过的。哇，研究很晚吧？果然是啊，感觉不同了，不同凡响的你，不同凡响的奖品。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多看视频，感受一下吧。哇，飘扬起来的冲锋衣很帅哦。接下来这位还感觉上也很厉害的样子。没错，男生队第六台空调的任务交给你，能否顺利完成？来，请听口令。3, 2, 1, GO！
所谓的冰火两重天呐、啊。对呀、啊。刚才一位登上终点高台，这位在第一关就落水。所以，两种结果你自己掂量着选啊，看你的表现，请听口令。3, 2, 1, go！ 重心向右边偏，很好。第二关一定要稳住。没错，好样的。看看我们的第六台是不是由你来拿呢？这位无名英雄，看看能不能在高台留下你的名字吧。叫什么名字？王聪。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位男生也是我们第二组当中唯一一个穿着牛仔裤来闯关的哦。现在还有胆量穿牛仔裤来闯关的人，那真是不多嘞。今天肯定有第六台。第六台，你觉得是在这位当中还是在这位当中呢？让我观察一下，我觉得会在他的身上诞生第六台。真的吗？为什么呢？我觉得身体非常的结杠，很结实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孙金山。想不想把男生队的第六台空调收入囊中？我去给你带个话。漂亮，去帮我跟高台主持人带个话，晚上请他们吃饭，好不好？来看你的表现，请听口令。3, 2, 1, go！ 漂亮。抱稳，腿夹住啊！准备好，放手，漂亮。我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三次。哎呀，抱住！赛道上会有一些湿滑，要抓紧时间站起来哦，这样是算犯规的啊！规的！哎呀，他的失误跟实力无关，绝对跟脚上那双鞋有关。哦，鞋底太滑了，明显看到这双鞋不适合闯关。看一下你的鞋底好不好？你的闯关会不会让我们失望呢？对的，这个话由我来带。漂亮，由你来带。兄弟叫什么名字？张虎。张虎，请听口令。3, 2, 1, go！ 张虎，好样的，来到第三关。记得这一关不要着急放手啊！如果他可以通过，男生队真的可以耀武扬威了耶！没错，因为我们的成绩就会是女生队的两倍啊！没错，我觉得张虎非常有希望，而且他向我承诺，加油！哎呀，很湿滑，但是张虎。但是张虎也没有克服湿滑的赛道，同样落水啦。没关系，送给你妙恋大礼包一份，当然继续保持连胜的势头啊。对呀、啊，依然我们可以保持微笑的到高台见哦。高台见。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比赛结果。今天有意思吗？今天女生队有三个人闯关成功，闯关成功。什么？说清楚一点。5个，说不清楚要给一个巴掌，你知道吗？5个人。我们舞台。好了，5-3，所以男生队获得了胜利，所以今天女生队要接受高台惩罚了。跳！哇，漂亮！随着所有的女生队员落入
水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谢谢，当然要特别的感谢小羊妙恋的独家冠名，还要感谢格力电器的大力支持。提醒大家，明天中午11:45依旧锁定安徽卫视好看又精彩的男生女生向前冲。不必担心，大胆的拥抱夏天，尽情感受。